今天的天气是很暖和，也很好。平平在大学校。很好吃，他发烧，发得很不好。你得到麦当劳买一个特别药，要不然你的病越来越很重。特别药？这特别药是什么？这是最好的药，你吃这个药以后，你会再觉得很健康。这药是冰淇淋。什么？我在哪儿可以买冰淇淋？这儿离麦当劳很远，麦当劳在学生中心和书店中间。行，我听懂了，我明天早上回去。可是我不知道你的名字，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就是师傅医生。今天晚上丁平想去他的朋友的生日会，所以他的身体健康得赶快越来越好。你好，是哪位？我是社会员，我的房管Garen小在。多少钱？你们也付钱。可是你还是这种，是吧？不但，你可以帮我怎么治你的房管，而且，要是你吃过麦当劳，你告诉我在哪儿。你得一起走 Alton Parkway， 到了一路口，那拐左拐，就在饭馆。我去过麦当劳一次。麦当劳在运动场旁边。你好，先生。你好。对不起我发中烧也我的病很重对不起，先生。可是我们不会服务你。给我一杯热绿茶。服务员，快立起。
我太累了啊，我不能吃到麦当劳了啊。师傅医生，你在哪儿？丁平，你看看。麦当劳，请问你可以来我一个冰淇淋吗？行，给我两块九毛钱。可是我不能服务你。他忘了带一下钱，他一个冰淇淋也没有。大家里面生病的时候，要是你想觉得健康越来越好，那得吃药。可是你们在处美国，你们也要付钱。再说你没有钱，别生病。